邀请，但近几年她却没了消息。二女儿袁和珍也曾尝试过演员这个职业，但她还没有姐姐出名，拍了一部作品之后就彻底选择了放弃。三女儿袁子慧恐怕是最有出息的，她拍的作品最多，还曾当选过1999年香港小姐的亚军。而小儿子袁和玉也不出所料地走上了演艺这条道路，不过除此之外她还是主持人和极限运动员，也参加过不少的综艺节目。如今袁和玉已经与外国女友结婚，而且对方还生下一子，虽然几个孩子在事业方面成就远远比不上母亲，但好在他们各顶各的孝顺。郑佩佩去世之前，四个孩子始终守在母亲身边，所以对于郑佩佩来说，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。